没有切开之前已经价值百万，现在我一刀下去，有可能从500万变成5000万，甚至是1亿啊！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！激情一响，欢迎姑娘，不要离开镜头，哥哥姐姐们就是最快料子了啊！子期苦苦的谈了2个多月都没拿下的料子，但是今天龙哥自己亲自找上门了。我当时报价报到了400万，他都没有同意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这块料子的表现啊，看到没有？它的皮壳很老啊。如果说它只是皮壳老的话，它值不了400万。关键在于它开窗的地方，压灯上去已经是帝王绿级别的表现了，而且它的皮壳油性十足，是一个很难得的料子。这是为什么子期苦苦的纠缠了2个月，龙哥都不肯松口。对，那你说你现在为什么找上我？1200万的楼给你了嘛，这个料子手上一路宽的，没忘记的老料子，这个都是很久了，我这里。哎，不是。你先想清楚啊，上一次是我主动找上门找到你，那这一次是你们主动找到我来帮你们收这块料子，你还卖1200万？你帮我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你，所以说还把风扇来个不老板娘们没来啊，老板我没我没来，你叫个信仰二手不要不了啊，你光也不要搁的话你的话他说800万以下卖不了了，哦妈的800万卖不了，我打的话等一下，哎呀没加了，没你光要吧了，没要了话没玻璃没标的啊，老妈500万卖不卖你说，好好好，500万买，十七成交，500万可以是吧，来成交。那屏幕前的姐姐们啊，子期最近新得了一颗满绿的戒指，看到没有？还有我脖子上的这个佛弓，很多人问，那子期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这块料子子期一旦切长了，这种挂件和戒面都是一箩筐的啊。那这样子，既然这块料子500万谈下来了，那今天就陪你们玩一下，好吧？好。现在我们一起把这块料子送去加工厂。啊、现在敢拆吗？现在就拆，奥秘巴塞，奥秘巴塞是吧？来，那哥哥姐姐们，现在给子期点了关注小红心的啊，这块料子一旦切涨了，屏幕前的哥哥姐姐们人人有份，好吧？来走。哎，子期你等我一下，还有一批料子，我们一起走啊。还有一批料子，对，我先把这个料子切开了再说，好吧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的哥哥姐姐们已经等不及了，好吧？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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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料子拿上啊，走吧，走吧。现在这个料子已经上线天机了啊，子期心里非常激动，因为一旦我们一刀下去，它是满色，直接就是过亿的东西啊。听专业的师傅说呢，这个料子要至少切到1天1夜。现在凡是给子期点赞小红心评论了的，到时候这份料子的边角料我全部都抠成这种界面送给大家。来关门。司机，这个料子很久了，等你。刚刚呢我说的一笔料子，我的门口。在门口是吧？对，来吧。来，哥姐姐们。等都是等了，我们去门口看看他的料子到底怎么样。就这箱货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啊，可以啊，这是你们谁的货？他们的，我介绍给你的。啊，你介绍他是吧？那这样子嘛，我收货的规矩都是先看品质，你知道的吗？我知道，啊、我说好了。那拆两个看品质，可以吧？没有特别的。好。哎呦喂！啊，哥哥姐姐们，这一箱呢是有手镯料，也有牌子料啊，我们拆开看一下品质到底怎么样。那你这个货是没人看过吧？没有人看过的。没人看过是吧？他新到的东西。啊，哎呦喂，矿山掏下来的啊！哥姐姐们，这个手镯料的品质可以啊，看到没有，一个冰果绿底的啊，虽然说它这里毛裂有点多啊，但是并不影响它取手镯啊，像这样的成品手镯取出来的话呢，至少都是要几个 W 一条的。来，哥姐姐们，这个牌子料看到没有，它有点像湖水绿底的啊，有想要做龙牌生肖牌摆件的哥姐姐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料子，哦妈嘞，都是好货啊。哎呦喂，哥姐姐们看到没有，这个还带着淡淡的蓝杠味，这个手镯料可以呀、啊。啊，皮老肉细啊，来赶紧，都是好东西的。那这样子嘛，你们这个手镯料和牌子要怎么谈价？啊，牌子料800，牌子800一个，牌子料800呀、啊，800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开玩笑了吗？料2800。那这样子啊，今天你也知道我在那里切百万的料子，我也开心，你也开心啊。如果说我那个料子切涨了，我分点股给你，你这批料子漏给我的哥姐们玩一下，行，可以吧？来，来。
来，哥姐姐们，品质你们都看到了啊，手镯料2800，牌子料800一个。如果说你们想要的话，就给子琪点上个小关注啊，评论区留下一句我想要一个。还有哥姐姐们，不要忘记了啊，子琪说过了，刚刚那一份料子啊，切出来的边角料，我会全部都做成这样的蛋面送给屏幕前的哥姐姐们。但是你们不要忘记给我点上个小红心。